上了朝圣的路，只为听素美丽的经文，我来到了佛的天堂。在今天的香雾中，回荡着玛尼贝贝哄，转动着经筒，转动着轮回，转动着传说。的人啊，问佛缘，要有颗纯洁的心，不为红尘，不为欲，只为一颗菩提的心。前世种下的因缘，今生要修成果。今生要修成果。啊，其实我是谁呢？